嗱，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嘅时间。今日咧会同大家重温2017-18学年学界游泳比赛精华。今届嘅赛事咧成绩唔错噶，破咗多项嘅大会纪录，亦都啊组别咗几位学界师兄。大家一起咧欣赏下佢哋嘅学界最后一战啦。今集一开始先睇场啊越级挑战男 A 200米仰泳。大热门系四号泳道粤华嘅周文康，同场咧仲有佢嘅师弟李恩齐，六号泳道。今场咧有四名选手咧角逐锦标。李恩齐原本系 B 组，我为咗协助男 A 嘅师兄同培正咧争4×100接力赛嘅金牌，所以咧越级挑战。虽则佢系后起之手，但实力咧一啲都唔能够轻视。在初段幾名泳手咧相當之接近，二號泳道澳大附校嘅陳子康咧就領先少少，佢同四號泳道嘅周文康咧差唔多時間嘅轉前，李恩齊咧落後啲，不過距離咧就唔算大。鏡頭咧捕捉住陳子康，佢同周文康咧鬥得啊難分難解，轉次都係拍住相。周文康咧係今屆嘅熱門之一，亦都係畢業班。然而鏡頭一轉咧，熒光幕最上方嘅李恩齊咧衝緊上嚟。佢喺差不多轉時嘅時候明顯已經領先咗一隻手位。好快咧進入最後嘅50米，變成咗粵華嘅內戰。李恩齊錯勝自足不畏苦，後勁凌厲，漸漸甩開埋周文康。最終第一個遊返終點，爆冷收獲咗人生第一面嘅 A 組金牌。周文康慢咗2秒幾啊先至到，屈居亞軍。澳大附校嘅陳子康第三名。第二日時間先，李恩齐咧以2分25秒55啊夺得冠军，周文康咧2分28秒25啊得亚军。俗语有云啊，一不离二。李恩齐呢位小将咧，继200米仰泳啊夺得冠军之后，又喺100米仰泳当中，再一次击败咗师兄周文康，真系始料不及。幸好咧，周文康啊以30秒86咪力压啊培正嘅吴之岭，抢翻一面50仰金牌。总算啊有翻啲安慰，而李恩齐啊亦都喺男 A 200米混合泳之中输咗俾圣公会嘅蔡长辉，终于尝到输嘅滋味啦。首度啊参加 A 组以2金1銀咧完成赛事。女子 A 组有郑永林、李卓恩等等嘅好心，要争一面金牌一啲都唔容易。现在睇紧嘅女 A 100米蝶泳就有新嘅名字上榜啦。呢场咧三名选手出战，四套泳道红色泳衣，联国学校苏子琪咧系大热门。呢项赛事嘅大会纪录咧，2007年由培华嘅陈益轩做出1分06秒23，11年都系冇人破到。苏子琪咧就好努力，一开赛咧就带出。亦都系一如所料，由头啊带到尾，最终以1分20秒14啊夺得冠军，同大会纪录嘅距离咧都系几远下噶。咁啊，培华古永恩啊第二名，1分28秒30。今届学界泳赛破咗唔少嘅纪录。其中有一项14年嚟都系冇人能够打破，就系男 A 50指。2003年由名将刘坤峰所创造。今届有两大高手向纪录发出挑战，分别系一号泳道培正嘅徐锦贤同埋六号泳道氹仔方仲嘅张迪启。两名选手由细斗到大，第一次上出发台未能够开赛，又为赛事带嚟咗一啲新嘅悬念。第二次出发。赛事就终于开到啦，一如所料，一线嘅徐锦贤大战6线嘅张迪启。过去咧喺呢个项目，张迪启未赢过徐锦贤。今届咧有啲唔同，张迪启有备而战，赛到一半左右已经系有少少优势噶啦。虽则唔系太明显，赛事到咗尾声仲系叮当码头，然而张迪启尾段发力，抢先一步点前，真系如有神助，以24秒60夺得咗男 A 50指嘅金牌。更加重要嘅系打破咗陈峰14年嘅大会纪录，含金量咧相当之高啊！
不過大近視的他呢，到這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新的紀錄保持者。賽事的第二名是培正的徐謹賢，勝在失五校的方正得到季軍。张迪奇由 C 组开始，一直都是浮浮沉沉。今届来到毕业班，加倍努力之下，首先在主项击败了劲敌徐谨彦，又破埋大会纪录，无疑是他泳手生涯的代表作。其实这个比赛，这个是我的目标来，一直都是，我就准备了都很久，起码半年这样。但是比赛前两天就病了，跟住就很害怕啦。但是所以都放開了，真的破不到都不緊要，盡力游就得。但是他比賽即是臨上出發台有些狀況發生咁樣，跟住就好驚好驚。但是最後都盡力游都破了，意料之外。其實我望得不好清楚，因為 我近視係啊，所以我睇到是24秒6咁上下，但我看不到是6定8，所以就。都是上水問翻個裁判先知道，都是很興奮都大叫了一聲，真係好大力，真係呢半年，今年好想吐氣揚眉，所以都做到。接住落嚟咧，為大家介紹一名全能泳手，聖公會的李卓恩，現在咧進行嘅係女 A 200米混合泳，二套泳裝著黑藍色泳衣嘅咧就係佢啦。咪呢位咧花泳好手咧，今屆啊光芒四射，一共咧參加咗五項嘅賽事。今場咧蝶泳階段咧已經拋離唯一嘅對手聯國嘅蘇子琪，之後咧李卓恩啊越游越有，仰泳咧再甩開對手兩個身位，並且率先進入蛙泳。咪裡面金牌咧應該冇走雞啦。咪李卓恩啊進入自由泳，咪更加咧越拋越遠。咪李卓恩啊今屆之所以厲害，係因為除咗二百運之外咧。他在50蝶50字当中亦都是轻松夺冠，三个个人项目全部都赢晒。二百运是他今届的首面金牌，时间是2分43秒72，不算太快，但都值得高兴。不知道这个心心有什么寓意了。而李卓恩今屆最開心的是幫助學校在女 A 40/50/100接力當中，兩度憑個人的能力逆轉勝，反敗為勝，順利奪得冠軍，個人再代多兩面金牌，成為今屆 A 組唯一一個五金得主。他現在將精力全部放在8月的亞運身上。好開心啊！真係，因為我已經最後一年啦，今年係，跟住我覺得攞到面金牌，即係都係一路以嚟嘅夢想啦。跟住我攞到，即係全部都係金，真係好感動啦，同埋真係覺得無憾啊！最後一年學界，其實都有啲擔心嘅，即係緊張啦，因為都有啲好勁嘅對手，特別係50字啊。但係最後都係攞到，真係好開心。係啊，趙玲，因為我哋之前即係雖然好似兩年前都有攞過金嘅，但係我哋都有勁敵嘅，即係澳大都係一路以嚟我哋嘅對手啦。但係係啊，最後都係憑住大家一齊嘅努力啊，都係攞到金牌。我哋同澳大真係爭好少啊！上個星期嘅自接都係爭0.幾，我哋贏。跟住所以今次贏，我哋大家都好感動。其實我哋真係喊埋添啊！真係同埋因為最後一年咧，我哋好多都係高三畢業啦，咁真係。一個夢啊！今屆男 A 咧最終每一戰必然係100米自由泳，8名選手嘅出賽，三大高手咧在陣。二線培正嘅徐謹賢，3線粵華嘅田澤熙，同埋7線應屆嘅50字南非裔張迪奇。一開賽，三大高手立即唱出，畫面所見田澤熙領先少少，旁邊嘅徐謹賢形影追隨，雙方一直咬住搶，張迪奇亦都係殺緊上嚟，全力衝擊第三金。田澤熙率先轉前，依然領先啲啲，
张迪奇嘅威胁咧，似乎啊仲大。不过田泽熙咧心无杂念，咪专心向前冲。咪事实上，田泽熙咧去势相当好，最后十米左右仲有半个身位嘅优势，再将田泽熙顺利咧一口气啊带翻终点。时间系55秒46，0.04秒之差咧险胜啊张迪奇，咪攞到啊今届嘅第二面金牌。张迪奇不居亚军，徐锦燕以56秒76收获了一面铜牌。除了赢这场世纪大战，田泽熙今届亦都相当之厉害，分别在50蛙、100蛙当中击败了集训队的劲敌蔡长辉，实现个人三金的愿望。遗憾的是4×100字接力当中未能够赢到裴静。虽然今天就拿了两面金牌，但成时间来讲都不是我的 PB，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。个人三金本身都是我其中一个目标来的，所以有驚無險咁贏到都有少少開心嘅。係咯，美中不足就係因為我哋有個隊友整親，就我哋棄權咗接力。因為呢個接力，我覺得就算我哋贏定輸都好，有參加，我覺得都係好刺激嘅會，所以感受唔到嗰個氣氛就有少少遺憾咯。希望啲師弟唔好咁易氣餒啦，亦都唔好因為有少少成績就去自滿啦，一定要繼續努力。就幫月華攞一個好成績。今集最後一場賽事，到花地馬小蛙後，鄭詠琳上陣，排第五泳道白色網，穿起粉紅加紫色的戰衣。他出賽之前代表澳門學界隊在太平洋學生運動會游出33秒42的個人最佳時間，自然成為了今屆的焦點。比赛立即展开，郑永林实力超晒班，一开赛就已经带出大半的身位，金牌应该手到拿来，关键是破纪录嘅啫。佢今年最后一次参赛，报了三项，目标是三金三铜，50蛙是佢嘅第一关，亦都系自己嘅主项，其他对手根本威胁唔到佢。最后郑永林以34秒24轻松夺得今届嘅首面金牌，兼打破了自己保持嘅大会纪录。50蛙泳冠军毫无悬念，但亚军就争持激烈，最终圣公会的关永源以42秒61险胜澳大附后的周正娴，他的时间是42秒64。其实破纪录是预料之中的事嘅，即系都会知道自己一定破嘅，但是游咗呢个成绩系自己对呢个成绩是非常之不满意咁样。因为这个成绩对距离自己的 PB 都差不多剩一秒咁样，所以不好咯。虽然破了，但系冇话好开心咁样。咪郑永林就讲，因为赛前的比赛和训练比较密，体力恢复就差了啲，今届状态一般嘅啫。佢稍后亦以1分16秒07打破大会纪录的时间，夺得了女 A 100蛙的金牌，但系同目标都有一秒的距离。最后一项50仰郑永林都未遇到对手，并以3金2铜的成绩带有少少遗憾感完成了人生最后一场的学界赛。就是以前自己比赛都会很紧张，会自己很惊，都会惊自己游得非常之不好，很惊被教练闹。虽然现在都会，但是因为自己做一年，所以自己都会放开去游，而且见到细那些好像都有几个成绩，都会很开心自己后面还有人。澳门未够，特別是女仔，女仔對比男仔嚟講，女仔真係少太多啦，啲人真係。跟住仲有蛙式啦，蛙式唔知點解特別少人遊。係。係啊，即係對比自由式嗰啲，跟住佢哋即係而家啲家長咯，覺得佢哋係比較注重學業上啲成績咯。點樣呼籲啊？可以強身健體，操 fit 下咯，可以識到好多人咯。其實，即係如果你游到水，你可以代表澳門出去比賽，你真係可以認識到世界各地的 friend 啊，又可以知道他們的文化可以怎樣，所以游水都是一件很好的事。
睇完单项嘅赛事，总成绩方面，累计咗两场嘅赛事，佩晶以27面金牌咧稳夺奖牌榜嘅首名，成功永澳大富豪咧分别以13金、8金排喺第二位、第三位。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转眼又要讲拜拜了，今集的时间又到了，再一次恭喜这么多位的得奖者，亦都希望毕业的同学仔继续努力，我们下个学年再见，拜拜。